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芒果。这是酸芒果，你要蘸的辣椒吃，有的喜欢吃生辣椒，有的喜欢吃那个胡辣椒，那些放盐放鸡精，有的不喜欢鸡精的话就放那个五香的辣椒，你可以蘸着吃，就很好吃了。这是哪里的？这是缅甸的。我还没有吃过，这个怎么卖呀？这个你要的话3块钱一个。3块一个，5块买两个是吧？啊。做什么？5块买两个，你给我弄两个嘛。好的。是不是酸酸辣辣的？酸酸辣辣的，然后等会再给你配点辣椒。我听他们讲啊，缅甸的是鱼多难少，是不是吃这个了就生小姑娘生的多一点了？那得看你们了，这不一定的，知道吧？好嘛，给我们5块买两个，可不可以？好的，可以可以。你跟我剥一下嘛。你还要剥一下吗？我这样吃啊。搞一点佐料嘛。搞一点佐料。啊。行，我去得弄点佐料过来。你把它剥一下，就刚才那样剥的。行。这个是怎么弄的？这是剥的，这是我已经剥开的。好，给我你剥一下，剥一下。行。我不赶时间，我。可以可以，我给你剥一下，这样切开。不是你们缅甸人每天早上过来，晚上就回去，就来我们这里卖这个。是的，我们早上早早的排队嘛，人家要赶紧过来这边，人很多的。然后你要来的晚了的话，就得到11、12点了。然后你们想买这个，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这种的话是小本买卖，利润也不高。比上班比在家里面好一点哦。对，比在家要好一点。你们那边工资高不高啊？我们那边工资不高啊。多少钱一个月？有那个缅币的话有15万的。15万是多少钱？15万的话也就100块钱，也就4万块钱。哦，可以可以。4万块钱，那可以。你尝一个吧。就这样吃啊？对，就这样。但是这个还没有蘸辣椒，要蘸辣椒更爽。哎呀，就这样吃了。嗯，酸啊，可酸了。哎呀，喜欢吗？很喜欢了，酸酸辣辣的，我感觉这个感觉真好。辣椒来了，这里。好的，给我弄一点辣椒。这是你们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是吧？对，这是生辣椒。嗯。哎。对。哎呀。你拿个袋子。好，给我配好。行。这好辣呀。哎。这挺好。喜欢什么样的辣椒？要糊的，这是五香的，这是那个炒过的那个辣椒。搞那个。行，好的。像你们做够了。像你们做这个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呢？呀，利润小的，一天也就也可以，要是生意可以的话还行吧，也就几十块钱。那可以，就这样吃啊。蘸的辣椒吃，好嘛，我看。你总票给我搞那些呀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啊，这个可以是吧？这个要爽一点。哎呀，你们缅甸的都挺会吃的，就是这样吃啊，爽爽的，辣辣的，那太好了。这一条街都是缅甸人在这里卖这个缅甸特产。今天很荣幸碰到这个缅甸妹子，他们跑到中国来，早上过来。不用找了啊，不要找了，不要，没事，我给你包起来吧。包起来。好的。包起来，我待会去给我的女朋友吃。要不要给你切开，切成小条的。行。哇，你这夫妇也好，你这你们缅甸的人倒好做朋友，倒好打交道啊。都是这样的。你们过来要不要钱呢？过来。啊，盖章的话要5块钱的章费的。每天都过来，早上过来，晚上回去。对，我只是老板，谢谢你啊！你看这个，好了。对，这个在中国的街头就能买到缅甸特色的这个酸酸辣辣的芒果，这个美女喜欢吃的话特别好吃，让你困了。因为吃的这个特别提神，真的。啊，好嘛，这以后如果有机会去你们那边，还要找你来买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你吃的时候，
少吃点，怕牙齿吃的疼了，你吃不上饭了，到时候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。好好。好，那你祝你生意兴隆啊，缅甸人欢迎你们来中国啊。好好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